下班后如果想要揪同事去喝一杯，你会怎么发出这个邀约呢？就跟感情比较好的同事们可以说，仕事が終わった後で飲みに行かない？仕事が終わった後で飲みに行かない？仕事が終わった後指的是工作结束后，飲みに行かない是要不要去喝一杯呢？如果想发出邀约的时候，不妨也试试看哦。